莫奈是历史有名的画家，他1850年代和几位印象派大师一起开始户外写生，足迹是遍及伦敦、巴黎和威尼斯等地。他的真迹作品第一次来港公展，大家就可以欣赏到他笔下的乡土情了。这次展览将会展出多幅法国公共收藏入面极具代表性的莫奈作品，包括是油画、粉彩画和挂毡，可以从中细赏莫奈的风景画入面捕捉到的极微细的细节，了解这位名画家其原艺家对大自然的那份热爱。除了莫奈，每年五至六月举行的法国五月艺术节，今年更加邀请到另一位法国艺术家纪尧姆·波塔兹在香港第一次公开展出他的23幅作品。一项有关他的作品的科学研究更加说，波塔兹的画作能够为观赏的人带来愉悦和幸福的感受，不妨来感觉一下。